幸福就是猫吃鱼狗吃肉，每当看到小怪兽。大家好，我是 CKG48TeamK 的刘炯然，大家可以叫我小怪兽。今年是 SN40Group 第五次总决选，也是我参加的第四次。四年了，说长不长，说短真的也不短了。都说来48的小偶像都是怀着自己心中的目标来的，我也不例外。不管人数的多少，心中的目标一直都是选拔，而今年是我最想去实现的一次。728那天想站在选拔的那层阶梯上，今年是我正式以 CKG48TeamK 的成员去参加的一年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 CKG48， 也多支持 TeamK。 Wanna be your king， 加油，谢谢大家。